中国我所采取方，怀疑论者一，我是一个怀疑论者，皮囊舍列卡告诉我认知的方法。怀疑有一个好处，不让自己掉于神圣成见的陷阱和匍匐在画像神坛脚下，也不会轻易被潮流巨浪卷跑，像一只章鱼紧紧吸附在海底岩石上。历史和现实都以肯定的面目出现，怀疑论者即被臃肿击败打垮，然而臃肿之下走不起坚固的城堡，怀疑论者杀敌披荆，息息闪耀，它是自我认知走向真理的前哨。格列夫游记中的小人国，人类世界的真实景象，怀疑给了我智者的心境，英雄的勇气，也给了我一双苍鹰的翅膀，飞越时代的丘陵浅海，去向未来远方。而皮囊，囊不仅把皮露，也把怀疑之舟送向海洋，离开斗胆牵盼的渔港。生活里没有真理，只有快乐与不快乐，唯一的抵达就是怀疑。没有铁犁，如何开垦坚韧荒凉？庄子与皮囊东西呼应，多么荒唐的世界，正反错位，乾坤颠倒，所有的言语都是起头，不判断是最好的判断。时代遮挡了智者的阳光日照，无语才能踏进自然之门，虚空宁静才能把万物装下。三，巴哈是谁？从他的音乐里听到的是模仿曲巨猛的声音，单调而痛苦不已的人声，平衡里没有乐音。牛顿是谁？因你只能观赏万有之名，是否剽窃他人成果？生平里有过劣迹，而又位高权重。由于莎士比亚疑点重重，整个世界都在他的笔下，而他一生并未环球旅行。艾略特是谁？让我想到十字的教师，努力拼凑的字符被人读成了诗句。毕加索又是谁？一个反法西斯的战士，带着战争的心理创伤，在画布上把沙漏和肢解展示。还有尼采，无需理睬他，超人奋斗在疯人院里，被同伙脚踢拳打。爱因斯坦和斯大林都属于河东一派。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比，好像小学生与博士混灯未开，然而苏博士如今看来不过臭禅师的水平。毛泽东与中国人有着相同的黄色邪恶的基因，如何改造？无论他们是谁，永远站在怀疑这一边。真正的无神论者不做任何人的心头马仔。不要相信权威与神秘主义，服从自己的内心判断，不要任怂狡黠，哪怕面对人类与种族的攻击，国家机器的碾压轰鸣。在哥布利之前，一定有人说过，太阳像一滩篝火，地上的人围绕着它祭起舞蹈、烤火、歌唱。回旋的宇宙啊，好似舞动的焰火，终将化成随风而去的紫血成灰。